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两次课向大家汇报家庭教育的心得报告。我们的这个提纲啊，现在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准备是七个方面的汇报。第一个是家庭教育的老师，母亲的第一责任。第二个内容是家庭教育的起点，胎教。第三是家庭教育的基础，孝为德之本。第四是家庭教育的内涵，素质教育。第五是家庭教育为龙头，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圣哲教育的兼收并蓄。第六是家庭教育的升华，除尽孩子为和谐世界立德、立功、立言。第七个内容是家庭教育的原理，教子三十年的感悟。那么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汇报到，第五个内容是家庭教育为龙头，与这个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圣哲教育的兼收并蓄。那么我们上一节课谈到，学校教育呢，它是家庭教育的延伸，而社会教育呢，是家庭教育的扩展，圣哲的教育呢，是家庭教育的提升和圆满。那么这四种教育呢，对孩子呢，都要融会的进行。我们上一节课呢，具体谈到了，在家庭教育中呢，要经常领导孩子一起进行孝亲和悦亲的活动，这是对孩子的生活教育。上次我们谈到，在我父亲80岁生日的时候，茂森写了老人颂。那么在我母亲82寿辰的时候呢，茂森呢又写了一首贺词，祝贺老人的82岁寿辰。那么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诗。那么当时是1992年，我19岁。亲爱的姥姥，生日快乐。与其把您比作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不如把您比作一棵大榕树，无私的把儿孙们荫护。且不说您含辛茹苦，把儿女培养成才，如今第三代人成长过程中，哪一段没有您的言传身教？老泰山啊，您是北斗拱照，使我们和谐团结进步。真诚祝福您老泰山松鹤延年。那么在家庭的这个聚会上啊，茂森他作为这个外孙啊，就向老人家献词啊，献文啊。那么其他的嫡孙啊，嫡孙女啊，还有那些其他的外孙外孙女啊，大家都争先恐后啊，向老人这个献节目。那么形成家族中一个敬老悦老的这种气氛，这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习惯。这些那个贺词啊，这些贺卡啊，我们家族的文化箱里都保留了很多。那么这次呢，为了向大家汇报呢，我们都把它整理出来，回顾茂森34年的生活历程。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呢，茂森呢，他不是电视机带大的孩子，也不是保姆带大的孩子，也不是老人带大的孩子，而是母亲带大的孩子，是中国传统文化带大的孩子。茂森的童年呢，正值改革开放的这个时段，那么文化大革命呢，所形成的这个断层啊，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所以当时呢，电视机呢已经在各个家里都普及了。但是打开电视啊，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这个电视节目啊，海外的电视节目就涌进了每个人的家庭。所以呢，这些节目打开呢，常常是看到很多呢这个谈情说爱的这些镜头，以及呢这些拳打脚踢的这些镜头。那么我觉得呢，这是对孩子的一种污染。所以我们就关闭电视，那么大人和孩子呢都不看。茂森呢，这个可以说从他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最得力的地方呢，就是他很少看电视。当时我们的心中呢，都有一种信念，就是中国这些优秀的东西呢，以后都会涌现出来的，会代替这海外流来的这些节目。那么过了不久呢，我们果然也得到一部这个片子，是孔子16季的这个电视剧。那么我们母子都非常高兴，我们连续的看了2遍。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中国的电视台上啊，自己制作的这些优秀的节目呢，已经层出不穷的涌现出来了。就在今年以来呀，我看到这个中央台呀，在黄金时段呢，所播放的节目呢，都非常有教育意义。比如他在今年3、4月的时候播送了这个《恰同学少年》，这是一部讲学生和老师的故事的，特别是介绍了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故事。实际上，这个片子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老师，你怎么样做学生。他回答了这2个问题。另外，还有一部优秀的片子是《温暖》。《温暖》呢，讲的是个家庭的故事。他以广州一位律师把自己的肾呢，献给母亲，救母亲的这个糖，母亲的这个尿毒症。那么，这个把自己的肾献给母亲，这毕竟是非常少见的这个事例了。他是以这个故事，真实的故事为中心，就讲述了这个孝子啊，在生活中的平凡和伟大。实际上，这部电影回答了什么呢？回答了怎么样做儿子，怎么样做父母，兄弟之间应该怎么样相处，这个朋友之间应该怎么相助。看了这部片子呢，等于上了一堂道德伦理课。另外，还有一部很优秀的片子叫《贞观长歌》。《贞观长歌》呢，是记录我国唐朝一段历史时期，叫贞观之治。那么这段历史时期呢，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叫做太平大治的历史时期。那么皇帝呢，这个唐太宗呢，是我国这个非常英明的这个领导人了。那么这部片子主要回答了我们怎么样做领导人，怎么样做被领导，那么君臣之间呢，应该如何以这个忠义相处？而且呢，君臣之间应如何团结，才使国家安定、长久的这个和平？所以这个电影故事也是非常生动。另外还有一个很优秀的片子呢，都是今年以来出现的，就是这个《鉴真东渡》。《鉴真东渡》呢，就是讲出家人的形象，就是讲鉴真大和尚，他当时呢到东渡日本弘法，并把中国的文化呢带到了这个日本，为中日的友好呢做出了贡献，而且特别告诉我们一个出家人应该怎么以戒为师，应该怎么样这个研究这个经典，这个为社会和人民呢做出贡献，为社会人民所尊重。那么我们也知道，出家人呢也就是我们的老师。所以这部片子回答了，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些呢，都是优秀的电视节目。所以，我们做母亲呢，应该帮助孩子选择这些优秀的节目来看，不能老看那些谈情说爱呀，看那些武打片。所以，母亲呢，要有识别能力和取舍的能力，那么你才能为孩子啊的健康成长，这个保驾护航嘛。母亲的爱好和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这影响孩子，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我总结一下自己这个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啊，我发现自己有些东西啊，这个当时不太注意，那么现在回忆起来呢，觉得还是有几条可以作为这个经验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我自己呢不迷恋电视，所以孩子呢他也不会在电视上浪费很多时间，而是专心于学习，那么工作的时候专心于工作。那么我自己呢能够有早起的习惯，那么所以孩子呢他也不睡懒觉。我在没接触佛法之前，我都是5点钟起床，后来接触到佛教啊，这样好的这个圣贤教育之后呢，我都4点前就可以起床了。那么这个孩子呢，他看着母亲都起床了，所以他也没有任何留恋这个在床上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早上晨运的习惯，所以孩子也就跟着我很喜欢这个体育锻炼，所以他在学校里呢都是这个游泳啊、跑步啊、这个篮球啊，都是学校的运动员。另外我从来也不打麻将，所以孩子也没有沾染这方面的习惯，也没有浪费时间。另外呢，我觉得我自己呢就是很喜欢呢，就是去接近那些有道德有学问的老师，那么茂森呢也能够尊敬老师。另外呢，我自己呢就是比较喜欢买书和看书，那么我觉得孩子呢他受了影响呢也喜欢读书，一直能读到博士毕业。我觉得呢，有母亲的提高就有孩子的提高。母亲如果能够好学的话呢，孩子呢也会像海绵一样哈，吸取这个有用的东西。所以母亲提高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影子嘛，我们从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自己的优缺点，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那么我们素质提高了，整个家庭教育的水平呢也就提高了。那么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家长有能力呢为孩子呢选择学校，为孩子呢选择这个社会的教育，为孩子呢这个引导孩子接受圣哲的教育。我当时为孩子选择了广州市第一幼儿园，那这是我觉得这是一间很好的幼儿园，所以茂森在3岁到6岁这3年期间呢都在这个幼儿园里全托，只有到礼拜这个周末的时候啊，礼拜六啊，礼拜那时候我们只休息礼拜天嘛，才把他接回来。那么这个3年的这种教育啊，这个全托的教育啊，使孩子这个生活的自立能力非常强，所以以后他能够走向世界去留学，后来又到了澳洲，所以在美国在澳洲他哪里的生活都可以适应，那这是小的时候打的一个基础。那么茂森到小学时代，那时候我没有办法为他选择什么小学了，因为我们住的呢是比较郊区啊，离城里比较远，那么重点的小学我们就变得没有办法上了。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个母亲就是孩子的这个家庭教师嘛，这一点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信心。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呢，我来辅导这小学6年，所以我每天呢就安排呢3个晚上和孩子一起学习，每次呢学习呢1个小时，就是辅导他的语文和数学。我也没用他学校的课本，我是到那个书店呢哈，选了几本这个课外的补充教材，就和他一起这个学习，也是增加一点了，就是一小时来做一些习题给他讲解一下。那么后来呢，在他这个小学4年级的时候呢，他也参加了广州市教育学院主办的一个少年英语班，那么每个礼拜天会去一下，也是增加了一点。你考这个初中啊，是一次统考，考初中呢要求的这个水平呢当然会高一点了，那么我们平常都比学校的课程加了一点呢，到时候考初中呢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了临近孩子这个统考之前呢，小学生初中的统考之前呢，我把我所有的这个补休的休假的日子啊都集中在一起，
是工作积累的假日嘛，那么大概有三周我在家里面，由于我在家里嘛，孩子心里也很定啊，他已经面临这个全市统考了嘛，我就把他这个小学的课本呢、认真的学习了。然后呢，我就建议这个孩子啊，他的这个数学成绩比较好，语文成绩稍微差一点，我就根据他小学课本的那个教学精神呢，我就拟定了13条作文题让孩子来做。茂森做了以后呢，我就给他改，改了以后呢再重抄一遍，那这样来打基础。后来呢，统考的日子到了，那由于这个妈妈在家里啊，所以孩子心里也很踏实，所以家中要有母亲的这个关怀，那么孩子的精神状态呢才能始终保持良好。那么当时呢，他考完试以后啊，我记得茂森啊，他回来告诉我说，他说妈妈，今天的这个考试作文题啊，这个内容啊就跟我们那13条题目内容相似啊，我写得很顺手啊，他告诉我。那么后来呢，这个放榜了，茂森呢就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广州市一流的中学华南师范附属中学。那么这所中学呢，它是以我们所在的黄浦区第一名成绩考入的。当时呢，这个他的校长啊，因为是一个工厂学小学嘛，他的校长还没出过这样的状元，所以校长和老师们、班主任呢、都非常高兴。那么茂森呢，为自己的母校增光了嘛，是全区第一名成绩进入这个一流中学的。那么我当时呢，为孩子选择这个华师附中啊，这个是广东省的一流学校。当时呢，是因为我以前也在这个学校毕业，这个学校从来是广东省高考第一名，年年如此。但我不完全是因为他高考第一名而选择这个学校，实在是因为这个学校的老师和校长的素质呢非常高，他们对这个学生啊有一种爱心，有一种责任感，所以我就非常尊重这个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外这个学校呢，它有很比较完整的这个设施哈，比如它有这个400米的跑道，有这个很好的图书馆，还有游泳池啊，还有篮球场、足球场，它是贯彻这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这么一间学校。特别是我非常欣赏它这个学校的这个作息制度非常好，早上6点钟全部起床到操场去锻炼，然后呢晚上10点钟全部熄灯睡觉，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学生想从熬夜、从延长学习时间那里来完成功课的。所以茂森呢在那里呢就养成了一个就是高效率的学习的这种作风，专心致志的学习作风，就是说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把这学习任务全部完成。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这个中学哈，给我们的这个良好的教育。那么茂森呢在华师附中呢，他度过了这个初中3年和高中3年的6年的中学生活，他是住校的。那么到这个冬末呢，他就回来哈，回到家里来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然后就向我们讲述啊这一个礼拜在学校的一种学习生活。每当孩子给我讲这些学校的生活的时候呢，我都是非常有兴趣的听，非常专心的听，非常耐心的听。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耐心听孩子们的讲述，那么你们和孩子的交流啊，我们和孩子的交流就能建立起来。那么他这个有个礼拜六回来啊，在这个吃晚餐的时候就对我们说，他这个礼拜啊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个因为啊他这个体育老师批评了他。茂森呢是比较喜欢体育这个运动的，所以和体育老师呢就非常这个亲密哈。亲密到什么程度呢？他走路的时候呢就搂着这个老师的脖子哈，那么呢就受到老师的这个严厉的训斥。那么然后呢就是当着这个很多同学面呢狠狠地批了他。茂森回到家里以后呢，
他就很不服气，说我跟老师都很亲近、很亲密啊，老师还把我骂一顿。他这么讲，他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在旁边就说：“说这么点小事哈，这么大的批评，我说这个事情也不小。这个老师是什么呢？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传给你道德，传给你知识，给你解答一切疑惑。这是我们的《古文观止》里讲的。”这个诗说里，韩愈诗说里的说的这句话是老师的责任是这个。那么老师既然这样的重大的责任，我们应该很尊重老师啊。那你还去搂老师的肩膀，搂老师的脖子，那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庄严的。行为的不庄严，也就是你心里面没有敬意。那接受那批受到批评，那是当然的了。那么茂森就没有说话了。那他看到我是站在老师的一面，那后来我就很轻松的说了一下，我说也没关系嘛，你下次见到老师向老师道歉啊，保证说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过失了，就好了嘛。那么他以后也真的是这样做了，向老师道歉。但是以后呢，我注意到呢，茂森对这个老师的尊敬啊，是全方位的提高了，就是从内心。一直到外在的礼貌，对老师都升起了尊敬，所以我就体会到啊，这个孩子有过失啊，有缺点错误的话呢，家长呢要柔和的提示，指出正道。这个我们这个打太极拳呢，有说二两拨千斤，就是轻轻的一举啊，能把很重要的事情都能给解决了。所以，我们对孩子不要恶口相骂，不要这个对孩子啊那个深深的那种责备没完没了的，不要这样做。我们只要给他一种正确的理念，给他指出一种正道，那么他就会做那个去。你就是轻轻的说，对他也是一种很大的这个教化和影响。我们相信这一点。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接受老师的批评，就是我们要站在老师一面，我们不要计较老师的这个，就是他态度怎么样啊，外在的形式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拨开这个问题的这个形式和形式的外衣啊，和直取这个批评建议的实质。弟子规说嘛，闻欲恐。闻过心，直量事，见相亲。所以你这个，我们教育孩子一定要注意，让他多接受批评，这样孩子能进步。那么茂森呢，在中学呢，基本都是住校的生活，但实际上呢，父母的关怀呢，还是要时时到位的，所以孩子会感触到。即使自己住校，父母的关心也常常伴随着他。那么，在初中3年级的时候啊，他们的考试有一篇作文，当时老师出的题目是记生活中的一个人物。当时茂森呢，在这次考试中呢，他获得了这个老师的好评。他写的题目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位40左右年纪，总是穿戴得体、文质彬彬的新闻工作者。每次家长会，同学们都夸赞我的母亲很有风度，我引以为豪。而且使我更自豪的是，我的母亲比其他同学的母亲更会教育孩子。我是独生子。可是母亲却从不娇惯我。母亲每天5点前起床，煮好早餐，6点叫我一起出去锻炼。寒假里，当我想多睡一会儿时，母亲就把我拉起来跑步。窗外还黑，一阵刺骨的北风使我打个寒战。啊，好冷啊！可是当母亲顽强跑步的身影，掠过我的眼前时，我就咬紧牙，加快了速度。
母亲一有闲暇，就教我一些古文、诗词，以及古今中外名人的言行修养等等，使我懂得了不少道理，如毛泽东、李大钊等革命领袖，他们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志向和爱国热情，使我从小便树立起远大的抱负。母亲还是个工作认真负责的人。一个星期天，我见母亲从早到晚都埋头写作，于是问母亲，为什么不看一会儿电视？母亲笑着说，我把别人喝茶的时间都用上，还不够呢。由于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平时也不贪恋电视，认真学习。母亲经常克制自己，不断塑造新我，并且常常教给我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是我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爱迪生说过，爱孩子，母鸡都会，重要的是教育他们。而我的母亲正是会教育孩子的伟大母亲。华师附中初三五班钟茂生。我们应当这里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15岁的少年的作文里所说到的。爱孩子，母鸡都会，重要的是教育他们。那么帮助孩子选择了中学，也要帮助孩子选择大学。当时茂森呢考大学的时候呢，是1991年，那是中国改革开放正开始热门的时候。那么我看到呢，我们这个国家引进了很多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线、生产工艺等等，那么促进了这个生产的发展，这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也看到，这改革开放以来呀，有些青年呢，他不便糟粕，他学习国外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有些大学生啊，他在这个恋爱和同居方面改革开放了，这一点呢非常遗憾。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学生啊，他在中学的时候还非常本分，非常好的学生，可是到了大学以后呢，因为远离父母嘛，在大学里就很放逸了，所以就学习外国人这样哈，跳舞啊，谈恋爱呀，这个甚至这个打牌呀，这个非常自由了，甚至堕落了。可是家里不知道孩子在大学里的情况啊，以为他很认真读书啊，而且孩子还跟家里要钱，家里还不停地给他寄钱。等到这孩子都发生了问题，不可收拾了，那么父母赶来以后呢，才大吃一惊。所以为了避免这些现象，我觉得呢，当时那个茂森呢，在华师附中的成绩啊，这是广东省一流中学的这个优秀里面的优秀生啊，那么考当时这个中国的这个著名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呢，到北京去啊，就远离了父母，不在我的视野关注之下。我觉得应该我更关心孩子啊，这个道德品德的这个巩固。所以呢，我没有让他报考北京和外地的大学，而让他报考我们广州市，也是我们岭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也非常好，它有百年的这个历史，而且学校校园非常大，非常美丽。校园里呢还有孙中山的铜像，它是中山大学嘛，还有孙中山先生为这个大学生们的题的校训，这校训也是来自这个儒家的教育精神。他的校训是什么呢？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是孙先生为大学生们提的校训。那么茂森，你们当时作为
这个中大的学生，你们是怎么样理解这个校训的呢？你给大家说一说。好的。那么我们中山大学的校训呢，其实是出自于四书里面《中庸》篇。这里讲的五个方面呢，是做道德学问的态度和方法。第一个呢是博学。那博学就是广泛的学习。学习哪些内容呢？这里包括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这五个方面呢融会贯通的学习。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审问。审问就是向这个有学问道德人请教。弟子规上讲，心有疑随札记，救人问求确意。就是把自己啊内心里的疑惑解除，以使学问呢增进。那么第三个是讲慎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如果是只学习只积累而不能够去思考，就不能够消化吸收。所以啊，学习要进行思考。那么第四个内容是明辨。明辨所说的就是啊，分清是非、善恶、好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用这个什么标准来进行分清是非，来做明辨呢？这里标准呢，一定是要以伦理道德以及科学真理作为标准呢，才能做到明辨。那么第五个内容呢是笃行。笃行说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把我们所学的道德学问呢落实到生活、工作、学习、日常生活。弟子规上讲，不力行但学文，长佛华成何人。如果我们光学这些圣哲的学问而不应用于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那么确实是长的是浮华。所以这个力行和学文呢要这个相辅相成。那么这五个方面呢，这个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行，这五个方面呢概括起来啊，可以用儒家的三达德来介绍。第一个是好学近乎智，第二是力行近乎仁，第三呢是知耻近乎勇。那么能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就是啊讲的好学。好学者他就近乎啊有智慧的人了。那么能够啊去笃行，把所学的呢踏踏实实的去落实，那么就能做到力行近乎仁了。那么知耻啊近乎勇了。这就是啊这个圣人所追求的三达德的境界。茂森在中大读书啊，他没有学坏，这一点我是很高兴的。所以他在中大读书的时候呢，那是给我写的生贺卡中呢，他这样写着：我时常在想，我幸亏有个好妈妈，我的一切成绩都贯穿着妈妈慈爱的帮助，我的一切目标都包含着母亲谆谆的启迪。在您的爱和智慧中生活，我成长得多么幸福，多么充实。茂森大学毕业以后啊，我觉得他的翅膀啊长硬了，可以离开家里到外面去学习了。所以呢，当时呢，他虽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山大学的这个研究生，也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美国几间大学，那么呢，我们就赞成他可以出国留学，可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当时呢，他就到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理工大学商学院学习。那这所大学呢，也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它在美国这个商学院的排名呢是第100名嘛。那么后来呢，我们又到澳洲去了，所以我们觉得呢，实际上呢，能到澳洲大学读书也是非常好的。以上呢，我就介绍了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母亲要帮助他选择这个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也不能因为是名牌儿，我们就奔着他去，主要注重在把这个道德的巩固啊放在这个第一位。那么下面我们谈一谈，以家庭为教育，以这个家庭教育为龙头啊，怎么样帮助孩子选择社会教育和接受社会教育呢？这谈到社会教育啊，也是非常这个丰富的，是这个是多彩的。这个我们就连看电影、看电视，这都属于社会教育的内容。假如我们不帮助孩子把关的话呢，孩子如果是沉溺在里面去的话呢，那也是耽误学业，也是一事无成的。所以，我们做母亲呢，也要关注孩子从事社会教育方面的一些活动。当时呢，茂森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呢，在寒暑假里呢，我就安排他到一个当时广东省最著名的一个企业，就是广东省健力宝集团公司，因为它的饮料当时是全国有名的饮料，而且这间企业呀，是比较现代化的企业。他这个我们中央的这个领导啊，也接见了他们的这个总经理，而且这个企业对国家和这个社会方面的捐助也非常多。那么茂森呢，就利用这个寒暑假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这个学习劳动，是义务的去工作，并且认真的学习他们这企业里的管理。他后来呢，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创造中国饮料名牌健力宝10年小记。这篇文章呢是他实践的，他发表在这个《人民日报》1994年8月24日。那么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啊，《人民日报》是我们国内第一大报，那这是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当时呢，这个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呐，和公关部的这个经理啊，以及这个全厂的这个职工们呢，都很受鼓励，因为《人民日报》登了他们厂的报道嘛。那么茂森在这个学习、写作以及深入这个企业的这个了解方面呢，都是他一个很好的社会学习和锻炼。另外呢，我们家长们呢，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一点这个经验，就是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特点呢，为孩子提供社会教育的机会，而且还能够指导这个孩子从事这方面的这个教育活动。那么在学校里面，孩子都从事一些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呢？那茂森呢，在大学的期间呢，他征得我的同意，他担任了他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经济学社的社长。这个经济学社啊，是一个学生的团体，但是他拥有的会员呢有700多名，所以茂森呢实际上是做了这700多名的领导，700多名同学的领导啊，这也是一个锻炼哈。那么他担任的这个经济学社这个社长的这个期间呢，他曾经成功的组织了2次活动，一个就是首届模拟期货交易所，一个是第四届的模拟股市。那么这2次活动呢，都是因为当时中国呀，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经济市场繁荣起来了，股市上市了，这对我们国内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过去没有，我们现在开始有了。所以他组织大学生在校园里组织一个大型的这种模拟活动。那么这个也是各个大学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呢，所有的报纸和新闻呢，都对这次活动做了报道。那么当时，我们南方地区的最大报纸叫做《南方日报》呢，在1993年11月23日对这次活动做了详细的报道。另外，广东电台的新闻台，在1993年11月18日的黄金时间，就是早上7点钟的新闻节目时间，就是由记者专访这个经济学社的社长，这个钟茂森同学啊，就访问他，你是怎么组织这种大型的活动，让全校的学生都参加这种模拟股市活动的？那么就做了一个采访。这是一些大学生学习，也是特别是金融经济专业的学生学习，这个学习社会的一个机会嘛，哈。所以各大报纸都很热情的鼓励和报道。当时还有广东的《信息报》，还有广东《科技报》啊等等报纸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那么中山大学呢，对茂森这两次这个成功的这个活动啊，也给予这个鼓励和奖励表扬。那么他们荣获了1993年度到1994年度啊这段时间的优秀奖，这个团体活动优秀奖。另外，茂森呢在学校里还主编了一个杂志，叫做《经济纵横》，啊，主要是他们是经济专业的学生嘛。有这么个杂志，而且对校内外的大学生发行，受到很好的评价。那这些呢，社会活动和社会锻炼呢，都是茂森的一种社会接受社会教育的一种选项。在这些社会活动和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呢，茂森锻炼了自己的这个一些基本的素质和品德，比如说关心社会。参与社会，啊，热爱集体的精神，全局的观念。你做一个领导，要有全局的观念呢，要有这种领导的胸怀呀。另外，有和同学们那种合作、团体的团队的精神，还有就是自己的这种写作能力、演讲能力，都做过训练。那你要给这个学社做年终总结嘛，所以都是一种训练。另外呢，就是。这个自己的在金融经济方面的这种专业知识啊，也是一种这个很好的在这个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这个见习吧，一种活动的一种训练。所以呢，我都是支持孩子做这些社会接受社会教育的选项。那么我们要问呢，为什么说要以家庭教育为龙头，来这个兼收并蓄？学校教育和这个社会教育呢，因为第一，孩子还没有成熟，大学生都没有成熟，在政治见解，在这个生活经验方面都还是幼稚的，所以我们家庭要帮助把关。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社会啊，真是五彩缤纷，诱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家长一定要帮助孩子站稳脚跟，所以帮助孩子把关。所以说，我们要强调以家庭为龙头来从事这些活动的。那么，茂森呢，在大学期间呢，他的这些学习和活动啊，都非常活跃。那么，当然就引起了很多女同学的注意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做母亲呢，也要细致观察啊。我曾经呢，两三次啊，接到。一个中山大学的女同学来的电话找茂森，那么我以后呢也在一次这个和同学们一起活动当中呢，我也看到了这位女同学。她这位女同学呢长得很漂亮，个子也很高，很苗条，据说呢她也是某大报一个主编的女儿，而且她的学习也很好。那么看来呢，这个同学呢各方面都很优秀了。那这女同学呢，对茂森呢也很感兴趣，也表示很热情，茂森对她也很有好感。那么当时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做母亲的，如果对这件事情表示欢喜心，或表示某些赞同，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个青年的关系就很快会固定下来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立志要高远，怎么能够在大学期间正式完成自己的学业和品德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可怎么能为男女之情所缠缚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提醒茂森，给他一个忠告。所以我就跟茂森呢做了三次的谈话。当时我记得呢，我跟他谈三个问题啊，这都是十几年前事情了哈。现在大概这个讲一讲。第一个我跟他提的这个意见就是说，我说呢，这个读书啊就是读书，不能谈恋爱。读书是完成道德，完成学业，这个是大道理，这个是硬道理，其他的呢都应该放在脚下。我说你没上大学之前呢，我们母子之间呢都谈过很多心啊，谈心啊，就讲说到了大学以后要专心读书，可不能发生其他的。我们也看到很多同学谈恋爱嘛，影响学习嘛，不能发生这些事情。不能够谈恋爱，就包括你遇到什么样优秀的这个对象，优秀的条件都不谈，这叫真的不能谈。这个第一条我给他肯定了这个大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其他的都放下，把这个学业完成，这是第一条我跟他的意见。第二个呢，我就跟他说呢你现在谈恋爱呢一定会分心，会影响自己的学业和功课。谈恋爱呀是一场很大的消耗战呢、啊、消耗什么呢？消耗时间、精力、金钱。很多同学写这个情书啊都写到半夜呀、啊、我们消耗不起。如果你以这些时间、精力和金钱用于学业上，那学业一定是第一的。那这个我跟他说这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感情啊，把理智放在感情之上，把感情要摆开，要放下，这是第二个意见。第三个意见呢，我跟茂森说呢，说读圣贤书啊是学以致用。这个四书里面呢，《大学》篇里有一句话叫格物致知。什么叫格物致知啊？就格除你私人的、个人的这种各种欲望啊，致知达到追求这个真理啊，达到这个开智慧啊。所以这个格物致知它不是一句拿来光念的话，是这个诱惑当头的时候你真能做到把这个欲望放下。所以在这个不能为这个男女之情所缠缚，要专心致志完成自己学业，那么这样你在学习方面，你在这个学生时代你能真是做到格物致知了。那么当时跟茂森说了这三个意见以后呢，茂森呢也觉得说的很对，所以他就把这个女同学的照片呢就给他退回去了啊，就决定这个安心呢专心学习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又找了这个女同学谈话，我也给她说了几点意见。我第一个呢，我就跟她说，我以很这个诚恳的心呢，很平和的心呢跟她谈。我说第一个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父母呢送你读这个大学哈、啊，送你上来这个读书吧，就是让你读书嘛，这个目标是不是很清楚啊？他说是的。我说你知道你的父母啊送你到这个大学读书啊，他们是挣钱不容易啊。他说是的。我说那你要专心读书才能对得起父母啊。他说是啊。但是你现在要谈恋爱不就不专心读书了吗？不就对不起父母了吗？然后他就低头没有说话了。然后我又跟他说了第二个意见，我说啊，这个男孩子的话呀你不要轻信。我说一个大学生啊，他没有经过生活的历练，他可不可能真正懂得什么叫爱情。所以你啊不要听一个男孩子的废话，而且你的条件这么好啊，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身材啊，这个相貌啊哈，和自己的这个学历啊，家庭环境都非常好嘛。我说你可以找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更有学问和道德的这个朋友，将来你会找这样的对象。我说茂森呢他一无所有，他不能使你幸福，这是我跟他说的第二个意见。第三个意见我跟他说，我说你有时间应该多陪你父母在一起，你何必去听一个很幼稚的男孩跟你说废话。
我说你从你父母那里呢，能够学到永远学不完的东西。我说，父母爱你是真的。我说哪一个孩子说爱你是真的？拿出什么证据说是你爱你？但是父母对你付出这么多的这个心血是真爱你。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些意见呢，他也这个很耐心的听。我说你有时间呢，多和父母在一起，那是天伦之乐。跟父母在一起扫扫地，给父母洗洗衣裳，那都是，孝敬父母的，那都是提升你的品德。那么这个女孩呢，也非常有教养。她听了我的话以后呢，就也表示赞同我的意见。我对她说：“你如果呢，我今天跟你说的话的意见呢，意思呢，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说，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的话呢，你就可以表示说你同意啊，坦率的告诉我。”如果你不同意，你也坦率的告诉我也没有关系，那我就会会同呢你的父母，还有你们两个青年，咱们一起来坐下来，把这个问题呀说清楚，摆清楚，摆到彼此都心悦诚服。那么他最后说他同意我的意见，我就是希望他呢把和这个茂森的关系摆平，摆到什么呢？和一般同学的关系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总算是比较这个解决了吧，哈，比较这个和平的解决了嘛。然后呢，这个茂森也就专心学习了。后来呢，他在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当时在中山大学180名的这个研究生考生中呢，特别是这个专业是比较难考的，是金融这个经济金融专业，在这180名的考生中呢。茂森的成绩是名列榜首，是第一名，还有两个这个单科的成绩也是第一名，而且呢也考上了美国几间大学，那最后呢顺利的出国留学，所以就这个两个青年呢都从这个感情的误区中呢走出来了。那么后来呢，我们回忆这件事情呢，做了一点总结吧，就觉得。为什么这个能够很快的把它解决呢？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茂森呢，平常呢有接受这个圣贤的教育，在道德和理想方面呢有一些基础，平常有抓紧他学习。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家长啊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两个这个青年呢没有感情深交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出制止。那么这两个青年人就比较容易回头，所以家长要及时发现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小以这个大义嘛，小以这个什么呢？前途理想、孝顺父母，小以大道、小以大义，让孩子、年轻人明白这是大道理，所以他们呢也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嘛。大学生也都是读书人嘛。所以两个孩子呢，都能够很快的恢复这个正常的心态，投入这个学习。我记得啊，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前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学里面呢，是不准谈恋爱的，明文规定，一到大学里就把这个纪律告诉你，所以大学生学习都非常专心。这些女同学也不用为这个化妆打扮呢花那么多时间，大家都很朴素，一心一意的学习，完成学业，大学毕业。所以本科学生是绝不允许谈恋爱的。可是现在呀，我发现呢，不仅大学、中学还有小学都存在早恋的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家长呢一定先从自己的家庭教育方面做起，让孩子呢懂得道理。让孩子懂得应该怎么样生活，应该把学习、道德和恋爱问题怎么摆开，所以我们家长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回想啊，走过来的路，真是啊，非常感恩我的母亲。那我觉得，母亲呐，不仅是家庭教育的主角，而且掌握着孩子
成长阶段的各个进程。在幼年时代，母亲是孩子的救星和保护神。在青年时代，母亲是总参谋、总监理。在成熟的时代，母亲是朋友，是尊长。母亲永远是孩子的老师。我们古训呢说，要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我们母亲呢，实际上就是担任这样的角色。做之君，我们是孩子的领导；做之亲，我们是孩子最亲的人；做之师，我们是孩子的老师。那么，假如我们做母亲的，没有成为孩子的老师，你没有成为孩子的领导，那么你要把自己在人生舞台的这个角色呀，要调整一下。上面呢，我们是谈到这个孩子在接触这个社会教育方面的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那么家里呢，家长们呢都要关心，帮孩子解决，引导孩子。那下面我们就谈一谈，如何带领孩子接受这个圣哲的教育。在去年的四月和今年的四月，中国的召开了两个非常不寻常的国际会议，一个是在去年四月在杭州召开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会。那么这个大会的主题提出的是和谐世界从新开始。当时呢，有全世界各地啊，有37个国家地区1000多名代表参加这个大会的，很多学者教授都参加了。第二个呢，就是今年4月份召开的，在西安召开的国际道德经论坛会。这个大会提出的主题是和谐世界以道相通。这两个大会啊，都是国际性的很有影响的大会，也是我们中国为和谐世界做出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积极的贡献。那么茂森呢，由于他呢平时呢很注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呢，所以他被邀请作为教授和学者参加了这两次大会。他在两次大会上呢都发表了自己的论文。他在这个杭州首届论坛会上，他的论文是呢推动因果教育构建和谐世界。那么在今年西安这个道德经的论坛会上呢，他的论文是和谐之道以孝贯通，这个副标题是对现代这个道德经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这两篇文章呢都受到这个大会的好评，被搜集在这个大会啊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论文记上。那么西安呢晚报，西安呢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嘛，西安晚报在今年4月27日的报纸上特别报道了茂森在这个国际道德经论坛会上对和谐世界的三点建议。那么这三点建议是什么呢？我们请他介绍一下。好，这个对和谐世界的三点建议呢，是第一个，提倡由中央到地方政府每年进行孝子评选活动，由媒体广泛宣传，以实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以孝治天下。第二条，提倡各家庭各民族共同纪念先祖活动，春秋祭祀，以时思之，以实现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第三条，提倡伦理道德的教学，以及建立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大力弘扬以孝为中心的五伦十义，以落实古训，建国军民，教学为先。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提出了这个向大会啊与会者介绍了
我们老法师在安徽省庐江县所建立的文化教育中心，他们在短期内改造了社会风信，这个一个经验成果。所以推行传统文化教育是应该建立以孝为中心这个基础上，那么推广五伦十义的教学。那么五伦十义是什么呢？这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五伦就是五种关系嘛，所谓父子、君臣，君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夫妇、兄弟、朋友。那么任何人都离不开这五种关系。那么重要的是在这关系中要落实十种义务，这就是所谓十义，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就是父子之间呢，要这个父亲慈爱，儿女要孝顺。那么兄弟之间互相的恭敬爱护，夫妇之间要讲求道义，能够温顺合作。那么这个长辈与幼辈之间，能够长辈爱护晚辈，晚辈呢体贴照顾长辈。那么君臣之间，就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呢，要做到仁恕，要做到忠义。那么这就是人所应尽的十种义务。那五伦十义都是做人的规范。那么想起茂森呢，他小的时候呢，在家里学习这个儒释道三家关于孝的经典，那么现在能够走上国际的讲坛，向大众来宣扬孝道，我当时都是高兴的流下了眼泪。那么我是由于父亲的去世才接触到佛教，我前面也提过我觉得佛教非常好，它不是一种迷信的教育，也不是纯学术的，也不是纯粹学术的研究，它也不是佛学。我很欣赏呢，我们中国这个清朝雍正皇帝的一个见解。雍正皇帝是我国一位非常有名的励精图治的一个精明的皇帝，他有一个公告，题目就是《雍正皇帝上谕》。他在这篇文里面说：“朕为三教之绝民于海内也，礼同出于一元，道并行而不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他把这个雍正皇帝他把这个儒释道三家看作是教育百姓的一个这个手段，一个教育。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呢，我非常赞同。那么净空老法师他最著名的一个演讲之一，认识佛教，他也告诉我们，这个佛教它是佛陀对九法界至善圆满的教育。他这个教育告诉我们了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和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如何处理和认识人与多维次空间的关系。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佛教教给我们的是不仅是平面的看人生，还能够立体的多角度的多维次的来教我们这么来对待人生。那么我领孩子呢，就接受了这种教育。当时呢，我们在1992年呢，参加了这个广州这个别传这个丹霞山别传寺举办的夏令营活动。那个这个别传寺当时还是这个本焕老和尚做房长的。我们参加这个夏令营的这个学佛夏令营活动呢，我带儿子呢在这个山上就过了一周禅的生活，他每天会打坐，每天会这个听佛学的讲座，
每天这个过堂、吃素食，还有出钵劳动等等，我们一起呢感受到生活的那种宁静啊，清净心的那种舒畅啊。那么这个以后呢，我们呢就是遇到了净空老法师以后呢，就专心学习净空老法师讲经说法的这些影碟，就跟老法师这个理念学习了。那么我们的老师净空老法师呢，他是澳洲净宗学院的院长，也是澳洲名校昆士兰大学的荣誉教授，以及格里菲斯大学的荣誉教授，也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此地的董事主席，也是北京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那么在今年的三月份，净空老教授呢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世界汉学大会，并且呢在大会上做了主题演讲，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复兴。那么受到了大会热烈的反响。那么这个大会来的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教授有很多，而我们的老师是唯一的出家人。那么大会的规格也很高，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家禄，他做总结发言。那么他在这个发言当中呢，特别赞叹净空老教授的主题发言。茂森呢，在美国留学期间呢，那是1995年到1994年。那么他那个，因为他所在的大学呀，离这个净空教授那个达拉斯的净宗学会道场很近，所以就常到这个道场去啊，听老法师讲经说法。那么净空老法师，他为我们揭示了接受佛陀教育的三个教育层次。第一个就是断恶修善，第二是破迷开悟，第三是转凡成圣。我们的教育呢，都要历经这三个层次。所以这个佛教啊，它是提高人灵性的一种教育。那么这么好的教育，这个做母亲的哪能不带领孩子去接受呢？这个我们这个母子啊，就是这是我们母子和净空老法师的一个合影，那是我们就接受这种圣贤的教育哈。我觉得呢，孩子啊接受了圣贤的教育啊，他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的提高。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对这个孝道啊的认识和奉行方面有了提高。第二个方面，他的爱心呢显发了，助人为乐的精神提高了。第三个就是他的禅定与忍耐力提高了。第四个就是灵性提高了，智慧增长了。那下面我就具体谈一谈哈。第一个方面，他这个对于孝道的这个实践的这个深度和广度都提高了。那么过去呢，我们对孝的认识呢，还是停留在孝养父母的这个身心这方面。那么茂森在1997年他听完经读完经之后呢，他那时候还是在读这个刚开始读博士学位，在美国哈，他就发了9条孝养父母的大愿。当时呢把这个呢就是读给这个净空老法师听，希望老法师呢这个指导奉行。那么今天呢也与大家分享，也希望呢读给在座的朋友们听，希望朋友们来鞭策和指导他奉行。9条孝愿。1997年4月4日晨，我恭听净空恩师讲解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深自悔责往昔恶业，发起9条孝养父母之愿，与阿弥陀佛向前高声跪诵，祈请诸佛加持奉行。一，我从今日至未来际，对于父母倾尽所有，
乃至生命，以至诚心，礼事供养，昼夜六时，心不间断。若对父母，或因坚令不舍，或贪利养名闻，不勤奉事，我则名为七旷如来。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对于父母种种善愿，尽舍生命，悉皆实现。若生退却，不愿成就，我则名为七旷如来。三，我从今日至未来际，对于父母以种种美好柔软言辞，令其欢喜，勤事不懈。若对父母以一粗言令其不悦，我则名为七旷如来。四，我从今日至未来际，日夜常思父母恩德善行，常生信敬，起教师想，与他人前赞叹父母之德。若于父母似求其过，生一念轻慢之心，我则名为七旷如来。五，我从今日至未来际，以种种方便安慰父母，令其不生忧恼恐惧，与一切境缘皆得解脱。若令惜生命财物，生一念逃避之心，我则名为七旷如来。六，我从今日至未来际，常以种种大乘佛法开解父母，令其欢喜，升起正念，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若与父母法供养时遇有障碍，便生退屈，我则名为七旷如来。七，我从今日至未来际，护持父母修学佛道，护持父母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大火相至，万刃相加，我护持之愿无有动摇。若不尔者，我则名为七旷如来。八，我从今日至未来际，广为他人演说孝道，以身作则，劝令一切众生孝养父母，受持此愿，无有疲厌。若不尔者，我则名为七旷如来。九，我从今日至未来际，为于父母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求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速成无上正等正觉，圆满孝道，再以神通道力分身无量世界，于往昔世中所有一切父母，以方便智供养教化，开示正道，摄其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若不尔者，我则名为七旷如来。祈请诸佛菩萨、净供恩师加持奉行，圆满孝愿。南无阿弥陀佛。宗茂森顶礼，1997年4月4日。这个是茂森呢，在他24岁的时候呢，所发的孝养父母的九条大愿。那么我们看到啊，接受佛教以后啊，这个是深刻了。这个原来呢，没有学习学佛以前呢，对这个孝的这个认识和理解呢，基本停留在儒家的这种认识的层次上。可是学佛以后啊，
那这个就深刻了。那深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茂森他在第六条的校院里说：“我从今日至未来际，常以种种大圣佛法开解父母，令其欢喜，升起正念，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就是对父母的法供养，帮助父母提高灵性，破迷开悟，认识自心，这个超出了我们原来所理解的那个孝道。第二条，我们可以看到，茂森在第七条的校院里说：“我从今日至未来际，护持父母修学佛道，护持父母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立愿，这条孝愿是帮助父母了脱生死，出离轮回，是离一切苦得究竟乐，最后成佛，往生最后是成佛，这就更超出了儒家所说的孝的范围。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我们再看茂森在第九条孝言里所说的：“我从今日至未来际，为于父母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求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速成无上正等正觉，圆满孝道，再以神通道力分身无量世界，与往昔世中所有的一切父母，以方便智供养教化，开示正道，摄其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什么呢？是自己修行成道成佛，然后这帮助父母，帮助前生，帮助以往的无数的父母，帮助这些父母呢也成佛道。所以这个孝的认识呢已经突破了平面，已经是多维次的了，已经是立体的。那么这就超出了儒家所说的孝的范围，是把这个孝心呢和爱心呢广大深化而遍虚空法界，而且呢能够贯古今三世了，也就超出了一家一国和一个世界了。当然呢，这仅仅是24岁的一个青年的一个美好的大愿，那么现在呢才开始努力去这样起步修行，所以有待于在座的各位朋友，一切仁者和老师们来鞭策指导和护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他有四方面的这个，我发现孩子啊，学习这个学佛以后，有四方面的这个进步哈。第二方面就是孩子啊，他学佛以后呢，他仁爱之心显发了，很欢喜助人为乐。那表现在什么呢？就很喜欢捐印善书啊，哈，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书。这个能够这个支持我们，当时是中国湖北呢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个一些孩子们，这个捐助那里孩子学习。另外呢，就是捐款救济这个地震和海啸等地区。当时他在澳洲的时候呢，就是捐款给这个印尼啊海啸发生的地区的灾民哈。另外呢，就是捐印呢净中学院所提倡的一些善书。还有呢，就是在他自己的母校原来广州市的中山大学设立的一个孝悌奖学金，那么就支持这个大学里那些贫困的学生啊，对于交学费方面有困难的，支持这些学生。那这是喜欢这个助人为乐了哈，喜欢这个帮助了，帮助大众了。所以茂森也是把自己当时在大学里的一些收入的工资啊，都做这些这个布施，帮助大家。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他学习这个接受这个佛教以来呀，他的这个禅定力和忍耐力提高了。茂森在美国大学里呢，他虽然有奖学金，但是要求呢是每一周啊
要为教授工作20个小时，为他的导师工作20个小时。那么这个他的导师呢，是一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这个治学很严厉，要求学生也很严格。他给茂森一份工作，要求说你20个小时完成，可是茂森做起来要40个小时才能完成。可是呢，茂森呢还是他是很有这个承受能力的，他一点都没有怨言，就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适应能力。后来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30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再过一段时间以后他20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又过一段时间他10小时就可以完成教授的工作。当时净空老法师讲《金刚经》，其中有一盒这个卡带啊，叫做不食忍辱。那么当时还是卡带呢，他这一盒带子他听了80次，而且后来呢，把这盒带子啊，由这个国语哈、老法师的国语翻译成这个广州话，还给他的爷爷奶奶听。所以年轻人呢，只要能够忍耐，就能够成功。那第四个呢，我觉得孩子接受了佛教以后啊，接受这个圣哲的教育以后啊，他的灵性和智慧都增长，能够辨别香花和毒草。所以在国外留学期间呢，虽然是五颜六色的世界啊，但是能够把握自己，所以能够很顺利的完成学业，没有学坏，没有堕落，也没有放逸。所以他以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的硕士和博士的这个功课，就提早毕业了，提早完成拿到这个博士，这个金融博士的学位了。那么茂森的这个导师啊，是一位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这位教授呢，平常呢是从来不表扬茂森的，他严格要求嘛，说脸上很少有笑容，但是是一位治学态度非常严谨的一个也非常可敬的教授。但是他在他毕业的求职的这封推荐信上啊，他充分的热情的肯定了茂森，他说茂森是他25年教学生涯中最优秀的学生，他是这样给他肯定的。所以茂森他的这个评价呀，对茂森这个毕业以后的工作，这个非常顺利的就得到这个几间大学聘请，最后到德州大学任教啊，工作就很顺利。还有在这个毕业的时候呢，当时呢是美国正是有一家这个大杂志叫做《谁是优秀者》的这个杂志啊，正在展开全美大学生的评比活动，就评出谁是优秀者。那么茂森呢，由于他学校的这些鉴定啊，所以他获得了当年的最优秀的大学生。这也是一个在美国呢没有想到的一次参加评比活动的一个成绩哈、记录。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灵性的提高，是指对这个宇宙人生认识，对生活的，对生命的这个认识的这个程度的提高。那茂森呢，在净空老法师的指导下呀，他对三世因果的认识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这个概念。所以他呢后来不断的搜集现代的医学家和这些心理学家对人的前生今世和这个转世轮回的这些科学证据啊，他搜集了很多，而且还与这些从事这些研究的这些国外的博士和教授们呢的通话还探讨。那最后呢，他就是自己写出了一些资料哈。他呢在这个全世界各地啊，用中英文来演讲关于生命轮回的科研成果介绍，还有就是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啊。他另一个题目就是生命轮回的科学探讨。他的这些报告啊，在世界各地做了起码有50次以上的演讲，受到这个热烈的欢迎。所以我们觉得真是能亲人无限好，过这个得日进是过日少。
茂森呢，在当年呢给我的新年贺卡中呢，他这样写道：“亲爱的妈妈，新年好。每当岁月的年轮增加一圈，您对我的恩德又垒高一层，而我对您报恩之心也加深一层。您像每一位母亲一样，对我抚育关怀，您又比其他母亲更注重对儿的栽培教化。养育我身，觉悟我心，树立我志。母亲的深恩，却如佛经所说，无量无边。报效母恩，莫过养母之志；奋发图强，正为宽母之怀。而一生将谨记母亲的教诲，不离世法正佛法，不离佛法行世法，立出世志，做世间觉悟之人。一些哲学家呀，他都把人的生活的这个需求的层次啊，分作五个方面：一求生存，二求温饱，三求发展，四求文化，五求宗教，也就是圣哲的教育。是啊，一个人他能够生存，他能够温饱之后，那么才会求发展。发展以后呢，他又觉得应该有文化了。文化以后，他就觉得应该又有宗教了，所以这个人的层次哈，就被这些哲学家们说要有五个需求。那我是希望我的儿子啊，在这五个方面都能圆满。在1999年的夏天，我到美国参加儿子的博士毕业典礼。当时呢，我给达拉斯净宗学会，就是净空老法师的道场啊，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且呢，呈上我自己这个工资积累的这个1000美元呢，作为供养，表达自己的谢意。在这里呢，我愿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当时的感恩之情。我当时写的这封信是这样哈：达拉斯净宗学会全体法师和居士大德，在我儿子钟茂森博士毕业之际，请让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谢忱。你们的住持和道场的存在，好比沙漠中的绿洲，是我儿子在美国4年的留学生涯中，常常能在这里得到精神的营养，认识真理，健康的成长和完成学业。最令我感激的是，茂森在这里聆听了净空法师的亲切教导，在完成美国高等专业教育的同时，接受了慈悲智慧的教育，佛陀的教育，并立志完成人格，成就佛道。感谢你们全体，你们是茂森真正的老师。敬礼，南无阿弥陀佛。赵良玉锦上，1999年8月9日。那么茂森呢？这是茂森博士毕业以后呢，和老法师一起照的相哈。在我博士毕业的前夕，母亲呢给我寄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贺卡，这是她亲手制作的一个富有人生哲理的大型贺卡，里面呢有我和母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及我和老师们的照片，还有对我少年时代影响很深的外祖父、外祖母的照片。那么，母亲呢，在我的生日贺词上面呢，是这样写道：“茂森儿，在你26岁生日之际和博士毕业前夕，思念一下家乡的老人、父母和师长，看看我们母子
26年来的合影。从你的童年、小学、中学、大学，到留美攻读硕士、博士，这些时光像梦一样的过去了，是欢喜，是感叹，还是成熟和觉醒？又看看你的外祖父的青年时代和他去世前的照片，再看看你的外祖母的青年时代和他去世前的照片，你知道这就是人生吗？你悟出了什么？我儿博士毕业，即将走上美国大学讲坛教书，让母亲为你衷心祝福，愿吾儿立出世志，做世间觉悟之人。愿你拥有一个智慧的人生，愿你心无挂碍地走向世界。觉悟、奉献、求生净土。母亲写于1999年5月，中国广州。那么母亲呢，还在来信当中啊，鼓励我说，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永远拥有丰富的内在精神生活，信仰、教育，终身不离。我们做母亲的要带领孩子接受四种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圣哲教育。那么这四种教育兼收并蓄，然后孩子呢走入社会以后呢，就能够很好的为人民服务了。以上呢，我们向大家汇报的是这个家庭教育为龙头，这四种教育的兼收并蓄。那接下来呢，我们向大家汇报第六个内容，就是家庭教育的升华，促进孩子为和谐世界立德、立功、立言。谈到立德、立功、立言，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许多优秀的人物，他们都这样做到了。你比如说孔子，孔子在这个立德的方面，他的道德品质啊，是为万世师表。所以他的学生啊，称赞自己的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这方面的表率。而且孔子是内涵礼义之心，外示这个内涵这个仁义之心呢、外示这个礼义的风范，这是他在立德方面给我们做出的表率。谈到孔子在立功方面，他从事这个教育事业，培养了3000弟子和72名的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呢都是做官，成为国家重要的这些领导人物。有的呢是这个开堂讲学，这个传授中国传统的文化，所以他弟子们呢都非常优秀。那么谈到这个立言的方面，孔子呢他整理了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文献，据说是六经都是经他这个测定和整理的。另外像论语呢是记录着孔子的言行，所以在这个孔子啊在立德、立功和立言方面呢都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表率。那哪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立功、立德、立功、立言呢？在15年前，当时呢我才19岁，收到了母亲呢一份生日贺卡。母亲在这个贺卡中啊，给我做出了一个人生规划。她说：“茂森儿，
祝贺你19岁青春的年华，这是你迈进大学的第一个生日。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只有失去时才知道它的价值，这就是青春和健康。希望你做一个智者，身至庐山之中而知庐山之美。你已经成年，今天和你谈谈我对你人生的总体策划。假如环境没有意外，你的道路是大学毕业或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或硕士学位，攻读博士或博士学位，争取到当今世界发达的国家学习和工作，成家要晚，立业在先，遵循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修养方面，克服浮躁，一心不乱，增加自控能力，宁静致远，行中庸之道。30岁前学习积累打基础，30岁至55岁成家立业，干一番事业。55岁后收心摄心，总结人生，修持往生之道。这样当你回顾往事的时候，可以自慰地说，我活着的时候很充实，离去的时候很恬静。永远爱你的母亲，1992年5月。那么回顾啊，这个从19岁到今天15年来走过的路，我也是啊，遵循着母亲在这个人生规划上啊所给我的这个指向啊进行行走。越走啊，心里呢越踏实越欢喜。茂森呢在这个1999年呢博士毕业以后呢，就在大学里面教书。那么他业余的时间呢，就跟随这个净空老法师学习儒释道三家的经典，而且跟随老法师呢参加这个一些国际活动。他这个多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以及世界各地关于和平、教育、宗教团结的会议，在这些活动中呢担任净空老法师的英文翻译。在04年的12月，这个茂森呢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在澳洲阿德雷德大学举行的这个共同价值观的国际会议上呢，茂森呢在这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价值，当时是作为这个讨论的主题讨论的。在05年的8月份，那个他茂森呢应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召开的培养智慧获得和平的国际会议上呢，茂森他的这个主题的演讲论文呢是商业教育应融入儒佛道德价值观。在06年的10月份，茂森应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庆祝释迦牟尼佛诞辰2550周年的国际会议上，茂森的主题演讲是学习释迦牟尼佛，推动因果教育，构建和谐世界。那么茂森呢，他也常常参加这个世界各地的金融学术的这个会议和讲学。在到世界各地大学讲学的这些活动中呢，他往往带着我一块儿去参加。那么我们就到世界各地都做过旅游。那么我到过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呐、马来西亚、泰国等等。那么香港的一位海关呐，他看我的这个
护照上盖满了这个印章啊，入境的印章。他开玩笑的说：“他说您老人家很有福气啊，你这么多发达的国家都去过了。”真的是，古人说：“行，这个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才能积累这个学问。”那么我们母子啊，在世界各地的参学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啊，世界各地，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那人们的生活水平啊是在提高。可是也看到，精神世界和道德的水平却在滑坡，而且世界的动乱、世界的灾难都不断的这个没有停止过的这个出现。像洪水呀、地震呐、海啸啊、瘟疫呀，这个连续都不断的，而且大自然都好像失去了这个平衡，地球的温度在上升，这个太平洋在这个北极的这个和南极的这个冰啊都在融化。那么落实到社会，落实到家庭呢，这个家庭的离婚呢不断的上升，青少年的犯罪啊，这个也不断的增长。那么，这好像这个社会呀，都失去了这个和谐。在2005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印尼雅加达的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主张。那么后来同年9月呢，在联合国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他又进一步阐述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温家宝总理呢，在2003年12月访问美国的哈佛大学。他做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题目是《把目光投向中国》。他在文中说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温总理指出啊，人类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急剧的时代，要回溯源头，传承命脉。两位中国领导人的演讲激发了我们的思考：如何来构建和谐世界呢？如何来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呢？那么我们呢，看到古训《礼记·学记》编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因为只有教育，才能够让人呢，明了伦理道德，才能够转变自己的行为，而能遵循圣贤的教诲去生活，这样社会才能变得和谐。那么，这需要我们呢，从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经验、5000年的智慧那里去吸取精华，就是把儒释道三家传统圣哲的教诲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这将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谐、社会和睦、世界和谐。确实需要有一批有志的青年，一批精英，他们来传承命脉，来学习和弘扬圣贤之教。他们自己先修身立德，学为人师，行为师范，然后将圣贤的教育弘扬四海，发扬光大。可是谁愿意做出这样人生的选择呢？记得前不久，我在澳洲净宗学院的高地上和老法师一起散步。当时我们一边走一边谈，我心里呢老想着这个儿子他的工作和前途。我就问净空老法师说：“我说您看
看我的儿子是在澳洲工作好呢，还是回到中国方面工作好呢？老法师回答说，要做圣贤。这个回答使我一愣，这好像是答非所问的，这是充满残疾，打断人思路的一个回答，打断你的妄想和心中的疑团，这确实是令人茅塞顿开的回答。我们学习圣教，我们仰慕和赞叹孔子和佛陀，难道我们永远停留在仰慕和赞叹吗？难道我们自己就不想成为孔子和释迦牟尼佛这样圣贤的人物吗？难道我仅仅满足于当一名金融教授的母亲吗？一经过净空老法师的点拨，我觉得古人说得好，读书志在圣贤，应该让儿子学做圣贤，而我应该学做孟母。孔子说，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孔子说，人离我们很远吗？这个仁义的人呢、啊、我要发心做人，人就能做到。于是我给儿子的一个生日贺卡中我写道，茂生儿，做母亲的希望你更上一层楼，希望儿子做君子，做圣贤，做佛，你能满我的愿吗？儿子在2005年1月给我的新年贺卡中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这个贺卡是我最喜欢的贺卡，全文如下，与大家分享。亲爱的妈妈，韶光飞逝，妈妈已到了耳顺之年了，而您教养儿子已30多个寒暑，我在这30多个寒暑中越来越体会到，世上最伟大的是母爱，母爱能在寒冬中为儿女带来温暖，在酷暑中带来清凉。您对我30多年的养育中含辛茹苦，毫无保留，不求回报，所以古德教导我们孝养父母，说天地是孝德皆成，日月是孝光发亮，父母恩德无边，而孝亲乃天地第一德。我立定志向，尽行受，落实孝道，时时以9条孝愿来鞭策自己，保证您晚年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安乐，并护持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孝经上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因此大孝者应以德济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目前世界圣教衰微，天灾人祸频繁，我们庆幸得蒙净功恩师教诲，得遇正法，获益无穷。我愿继承恩师之志，为挽救世运人心，为开示众生悟入佛之知见，努力修学，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开始，尽行受，为人演说圣贤之道，弘法利生，以报父母恩师、天地祖先、古圣先贤之德，并以此功德回向母亲，临命终时自在往生极乐世界。而茂森顶礼，2005年元旦。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明天与大家再会。谢谢，谢谢大家。